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华的拉文这款 Dark Hero。声音的话比较小声。好，放置醒玩法。我来看一下游戏的一些资讯吧。Play 商店首页推荐的啦，那我没玩过。50000的下载量。然后好像目前没有中文啦齁。If we hurry, we will have our enemies before 什么 nightfall。好，配置一下。今天半夜一点啦，家里人全部没睡觉，大家都夜猫族。主要我妈今天回来了，因为我妈之前在中部看医生，半年没回来了，一直住院开刀，住院开刀，住院开刀。老人家就晕倒啊，然后摔倒骨折，各种骨折，然后各种一些问题啊。Leader skills， 都英文的呢，都英文的，你怎么会在我们 Play 商店上出现呢？然后我就连续下载了三款 Hero 开头的 Hero 什么 Hero 什么 Hero 什么，刚刚就先下载一下，我就先找找游戏啊，然后没玩过就玩玩看。有两倍速、四倍速，然后应该是有那个能量满可以放必杀，没什么打击感，就是没什么音效。反正有剧情啊。New Hero， 一个看起来像什么 Moon 的 Gary Moon 弓箭手。好，这战斗有点像那个剪影剪纸，有没有？就纸片的，有没有？没什么立体感的那种纸片的战斗。然后就没有，我说的嘛，没有音效啊。当然也没有语音。好 ，Award 奖励 ，New Level， 我们升到二级了。好，我是什么 Gary Moon， Moon 不是那个月亮吗？他是不是叫 Gary 啊 ？G R A Y， 我不知道，我都乱念。Gilbert， 吉尔贝克。Keep it up， 持续升级一下。然后 history 是我们的主线。好，那玩到这边三分半，哦，三分半就差不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一些设定吧。Profile， 我这些有没有可以打中文啊？啊，不行。它出现那个引号，引号就是说没有中文，它不支援中文。语言就只有这两种，英文跟这个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我不知道。然后这边有音乐音效吧，可以调整一下。有没有音效啊？我现在把音效大声一点。没有，没听到，没听到。然后两倍速还不行。第一章的第十一关，然后这是第四章的23。好，没有，好像可以三选一吧，选能力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刚看完这个了，这是我的 level 哦，目前的 hero， 最强壮的 hero。好的 ，Player ID YD APP
Vision 版本。为什么会推荐我啊？奇怪啊。好，反正英文游戏嘛，名字是英文的，然后大概率可能没有中文，所以比较少的，我就之前都会略过。这边是商店啊，30150，这个应该是感觉是台币啊，这个没有显示的，为什么？怪怪的。好，有 free 的，有碎片，这是 APEC 的碎片，史诗碎片是不是啊？APEC 英雄啊，那款游戏我从来没玩过，就是那种第一人称那种射击游戏，火龙语音，就尽量就没有玩了。好，这款游戏名字是《Dark Heroes Fantasy AFK RPG》啊，AFK 就是 Away from Keyboard，就离线挂机游戏。我快打不过了。这边快打不过，我被 kill 了，我被 kill 了，你被 kill 了就是升级呀、啊？为什么只有两只？为什么这只不能练？刚为什么左右都没有出现哦？有什么奇怪的 bug 吗？装备目前没有一件装备哦，我比较懒呢，只能自己装备啊。资源还够不够？先升到10级好了。哇！看起来好像每个角色它对应的装备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过不去啊！哦，有出来了，想说为什么这次都没出现？哇，这只能给他用这个一星的，他这个装备有这个效果啦，哦，这个效果，所以不是像你平常的认知那种加攻击力、防御啊，什么头盔啊、盔甲、剑啊、武器啊、靴子啊，好像不太一样。然后这边是技能吧，就这边点过来，这边是技能啊。技能目前没有看到怎么升法。然后阵营的话，目前看到是3种啊，三个阵营。然后这边可以塞80个，是不是？这是 list 嘛，然后这个是图鉴吧，它就有点那种童话绘本风啊，童话那种卡通风吧，都黄黄的这样。哇，猪公爵啊，转生成猪公爵，哦，有这部轻小说。当然不是猪啊，只是说长得比较胖这样。每个角色点进来之后就是这样而已啊。下面有一大堆他那个介绍，人物的介绍。然后这是阿角吧，然后这边是 APEC 史诗吧，史诗级的英雄。那这是阿角是不是？然后这是一般角 normal 的 common 的。康本的都是一些杂鱼，好 history，这样我们不会再输了啦。这个游戏即时战斗，然后他们会走过来打我们，然后我们这些骑士死掉之后，他就跑去打我们后排弓箭手。这样的游戏有5万加哦，5万下载量。5万再来应该是10万吧，因为我没有看过6、7、8万、6、7、8、9万，就 Play 商店上面显示的5到10万是一个集聚，10万之后好像是50万吧，50万之后是100万，我有看过的。你看这边可以选，
哇，敌人13级了欸，怎么那么快啊？他会翻一下，然后翻牌一样，有没有翻牌一下？只是敌人不会用技能啊，虽然我们是10级，他们是13级，但是我们比较强，我们是英雄啊，看起来我们比较强，有没有战力啊？Courage 加一，好，第一章，我现在才第七关而已。哇，34级，什么 Shadow 的？哦，战力在上面啊，10000多打5000多，我们赢定了。除非是剧情杀。今天是1月21日，礼拜天，礼拜天理论上没有什么新友了。哦，没有什么新友就找一些没玩过的游戏。Victory，我们把那个第一章给刷过好了。哦，现在他们有两个英雄了，他们也两个英雄了。不过我们还是稍稍强一点。啊，有一些碎片啊，待会可能之后包包，哎，获得新英雄，啊，太好太好太好，先养一下，哎，发生什么事？他不告诉我发生什么事，没资源了，这个没了，他没有提示一下。配置一下，4打4的，1234，大概这边可以再放一只啊，5只啊，哦，5个英雄。然后我们玩完第一章的11关之后，可以开2倍速了，2倍速应该会比较快啊。跳跳跳跳跳跳跳。我们今天就把它玩完，也不是玩完了，玩到那个第一章结束。这种就是你只能专心打，不能离开这个画面去做别的事情。如果是那种中国的放置挂机的话，就是这么一堆主线任务让你点，然后就一直点点点点点，然后战斗归战斗，点点你的这边，战斗管他的，不用看。好，这边有一个宝箱，应该是我们的放置，是不是？哇，21耶，我打都打过啊！我15000和19000，晕倒！我经验值不够了。哦，我懂了啦，这个东西应该是要突破用的。那个一星角需要突破啊，才可以升级吧？因为他这个一星角卡住了，有没有？他不能升啊，这个缺他不让你升。像，为什么他需要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不够了。他也需要这个。啊，不够了，79，79，181。很奇怪哦，他就没有提示。哇，没有装备了，他不能装了。那我们那个弓箭手真的没了，没了。好，21000打19000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怎么样？它还是一个战力游戏呀。在那边唱管弦乐，人家版权音。等下我吃版权炮哦，所以如果你们听那个声音很吵，就是我用后置音乐把它盖掉。反正它就是一个 BGM 而已啊，没有打，没什么音效哦。
哦，这关也有稍微难一点吧。有装备啊，碎片啊。那、啊、我们领主好像会加战力耶，领主升级。先假设我们是领主好了。好，第一张果。那这个放置收益什么时候可以领啊？这个啊，理论上应该可以领啊。这边好像还没出。好，这边是任务啦，任务。每日任务啊，每周任务啊，成就啊。你就可以来领一下，反正这种虽然是英文的，但是我就觉得玩起来没什么障碍啊，除非你想看剧情嘛。那、啊、想看剧情哦，可以两倍，也比较快。你想看剧情就查查单字吧，慢慢看。我没办法马上看懂，毕竟有一些单字可能不认识。好，那就是一款。放置卡牌哦，感觉是国外版本的啦哦，不是你平常玩的那一种中国版本或是韩国版本的。好，那目前已经有5只了哦，5只就是可以布阵嘛，都送你的，然后就要养成一下，但是资源很快就没了，缺啊，缺资源啊，没了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，又宝箱出来了。我想说，奇怪，宝箱怎么都不出吧？然后这个是快速吧，每小时收益哦，它只有每小时啊，消耗钻石啊，就没有了。今天没有了，它不让你玩太快，它让你慢慢玩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喽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